如何？我开了。游民团啊，游民团。哎，游民团，不是流民团。我需要工作。不是流民团，是游民团。现在时间几号？6月8号。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个。安安，画面是真的吗？哇，记者会。镜头正的吗？不正，画面反了，对不对？好。想在充气娃娃。说哪个充气娃娃？你说外面这个还是？这样有正吗？贴给我的网站。我的胡渣好严重啊！我的网站我还是反的。好，正。等我一下。我讲话听得到吗？听得到了，听不到就算了。OK， 有了吗？看起来这么黑暗，因为外面太亮。哦，可以吗？一个孩子们的观鸟天堂。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这样画面可以了吗？可以吗？都看一台是要当分页仔吗？请大家分页仔当起来。请大家分页仔分起来。分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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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起来。每一台不懂事情，这个很好，我们赶快离开，我们赶快散开，不然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我把背包背起来，稍等我一下哦。记者会快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应该说现在已经陆续有人在进场，我等一下带大家稍微逛一下，跟大家聊聊天好了。应该没几个人有机会可以到游戏的记者会了。我讲话声音听得清楚吗？清楚吗 ？OK。我先带大家到外面看看，不过外面的风声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现在外面好了，哇，这个水有点麻烦了，我先去放旁边好了。好，我先喝一喝好了。很可爱吧？这只应该叫做摩卡啦，就是它是那个还没有未进化的啊，算了，好像不能讲，算了，先不要讲。真的是爆雷仔，好。我先把水放起来。我不知道水要放哪里。我决定先把它放在垃圾桶旁边了，应该大家小镇就是垃圾这样。然后我等一下再去那边拿，反正也不会有人拿，因为不会有人乱动垃圾。是不是很聪明？他说：“哇，怎么丢垃圾直接丢在这边这样？但是也不想碰，我出去看一下好了。很可爱吧？外面有点，外面有点热，但 QQ 有点下雨了。”真的被倒掉回收就算了，有没有17 style 吗 ？OK， 下雨 this， 大
干哈，抱歉哦。OK， 有点高，好不好？有点高，有点高，有点高。算了算了算了，不要。下大雨了，下大雨了，下大雨了，下大雨了。下大雨，下大雨，是是是是，刚好下大雨，漂亮。我靠，救命！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哎，这门怎么打开？往外。哦，谢谢谢谢。下雨了，你看，我们就是要抢快。你看，这个就是傻子在外面淋雨了，来不及，可怜。下雨了，不过下雨也好了，最近干太久了。OK， 我带你们去看他们的那个前台好了，还蛮屌的。还有漂亮的漂亮的 show girl。所以等直播结束了，好不好？那有一些就是就是有些记者，还有就是相关的人士就会来了这样子。哎，现在你们觉得画面顺吗？还有一些游戏开发人员，就韩国原厂这样子。你看领台很赞。厉害不？很可爱哎，这些食物超可爱的。对，超可爱的。很可爱。哇！阿爸阿姐。可爱吧？哦，好，好大呢。好像小图腾，好可爱。对，因为医疗本来就不好啊，长这样。哎，因为它出单医疗，这两个是一个奇果，一个可以。石头饮料，对啊，现在都还在进场啦，所以我帮你确认，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外面，我觉得很酷。像一个山洞，记者会吧，很可爱，进去做一些采访啊，试玩这样子。啊，有点转，外面讯号不好，里面讯号比较好，抱歉。对，有点像结婚，哈哈哈。现在大家就会在这种地方试玩，等一下就有游戏画面了。等记者会开始之后，好吗？那现在大家都还在进场，所以还没有公布一些消息。不过我觉得这个场地还蛮漂亮的，就是外面都会有，外面可以摆这种布景这样。你们三个是有什么毛病？你们是不能分开，是不是？不要拍我啦！走开啦！走开！我会介绍到一半啦。破解你的破解。我再介绍要一半好吗？那我们全部都转自己，然后就上次那个人。对啊，等一下他们在前面就会有发表会，除了我们以外，好像还会有一些艺人，然后等一下会公布一些消息嘛，然后有一些长官，大概就是这样。等一下，真的记者会开始的时候，应该我们就会坐进去。到时候里面直接经过我的画面，川进哥。听到我讲话的声音吗？然后我们就会在里面，然后我那个时候再拍记者会的内容给大家看。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手机也是手机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等于说开始走一轮了嘛。就当年那个大家喜欢玩的这种游戏，就是会，就是在手机上面出一次。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算小时候有玩，但是长大也不一定会有再继续接触游戏。老实讲，但是手机游戏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入门还比较容易嘛，因为手机大家都有，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现在都会有一些这种怀旧的 IP， 去把它回来做成就是 M， 就是 mobile 版嘛，就是手机版这样。现在雨是停的，是不是？超快就停。那然后大家就想说啊，反正以前有玩过或者是有听过，就玩一玩这样子。对啊，不过这种游戏其实也说实在也会更受到玩家的考验啊，因为大家会对他的那种期待度更高啊，所以就是也要皮绷紧啊，因为这种就是得要好好做这样子，但是做得好的话，绝对是大家一定会很买单啊，老实讲。我可以跟大家讲啦，起源是完全不一样。对啊，因为我刚刚已经有看过了，现在还没开始，但是我们就还在，就聊聊天好了，看一看可爱的这个，还蛮刚刚因为风很大，它差点被吹走，你知道吗？吓死我了！对啊，大概就这样子。我刚断线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去发生一格了，就为什么？你们刚不是接 WiFi 吗？对啊，接 WiFi 啊。我那么，Boy，应该是韩方的代表。老实讲，我觉得哈，一定改很多啦。因为老实讲，从以前的那种 PC 的玩法到手机，他们一定要光在操作上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变革了。所以一定会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还可以给个机会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去试试看呢、啊。但是你就不能说啊，希望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样。老实讲，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样，那玩以前的就好了。我觉得有办法可以有新创的东西，然后老玩家、新玩家也可以接受，老玩家又可以买单的话，我觉得，哎呦，他跳了一下，那样子我觉得是最棒的，可是也是最难的了。没有，里面没有攻读生，里面有攻读生也太不人道了吧，超热的啦。对啊，你说里面有没有攻读生？对啊，说里面有攻读生，里面有攻读生。可是刚才那些攻读生，里面有攻读生可能一个小时就要换一次了，一个抬一个出来，抬一只出来。好啊，直接挡在前面，帅哦。刚才有一个穿那个摩卡布偶装的攻读生，但是我觉得他真的要中暑了。对，他真会中暑，连在冷气房都会中暑，真的。我这种天气真的不行。今天真的挺热的，我想说哇，外面要下雨，那可能会降温一下，下十五秒，下十五秒，那显示还是零人，那个显示都没有那么快、啊。那个里面有工读生小六，快去救他！你觉得那个摩卡已经在回首，那个摩卡已经中暑了，那摩卡已经被那个推车推出去了，跟猫车一样。啊，人你看人慢慢变多了，因为媒体就会都差不多进来了，然后大家就会。娃娃里面装冷气，那也太强了吧！我不知道算不算呢，因为我真的没有参加过这样类型的记者会。通常游戏记者会干嘛？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们就是会公布说他们是主要是秀，游戏未来的大概会怎样。
然后 长官会来讲，所谓长官就是台湾的长官，然后韩国的长官都会来，原厂长官都会来说，他们会台湾市场会怎样怎样啊，然后怎样怎样，他们希望那个台湾的玩家也会喜欢，也知道有很多老玩家这样，然后这么怀旧游戏，以前国小没钱玩，现在小氪个20000好了，可以。对啊，然后那个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算是。就是算是可能就是艺人吧，就是散布消息的人，就是会来，然后可能会有艺人散布传言，然后会有主持人，然后会有人表会有表演，比如说 cosplay 走秀或者是跳舞之类的，我猜大概就是这样。对啊，所以就是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有这个游戏了啦，让大家知道这样。在我们在这边，走来感觉像我们是。超级铁粉，铁到被邀请来记者会，那么太铁粉。现在啊，我们最喜欢的那个鸡暴龙，等一下要下飞机了，我们在等他。这是老道的巨魔，实际是在从国小玩到现在，然后因为太铁了，直接被邀请来。对，很宅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还会穿那种以前那个初代那种衣服。然后都已经荷叶被合到一个就是悠扬化的荷叶了。摩卡，以前没有摩卡，以前没有摩卡。等一下，主持人，现在你之前最喜欢的宠物鸡毛，鸡毛，鸡毛，超认真。以前有什么光晶，什么镜晶，什么会反射，什么超强什么的。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那些同学都不知道在求什么的。就玩香游戏，玩了就拿到宠物，不知道在求什么的。我是就跟着大家买卡包了，但是我抽到好东西都没有自己用。哦，是吗？都送给班上的女生，是不是？看谁想要了，但是女生几率比较高。哎呦，哎呦！好，欢迎来到我们。哎，好像差不多要开始喽。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稍后记者会将会正式开始。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为大家准备非常具有远古风格的精致点心之外，远古风格。今天在我们的会场外面这边呢，有非常可爱的魔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走出户外，一起来享受一下阳光，但是没有沙滩的比基尼，让大家可以前往拍照哦。谢谢大家。我真的有玩过，可是我真的玩的不多。以前有那个，以前 PC 的时候有那个转身，我同学都是不知道什么四转五转那种125之类的。我真的是我没有玩成那样，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没电脑，我妈不给我玩游戏，所以我只能听他们聊天，然后去他们家玩，这样去同学家玩看一看这样。我自己是其实没有玩很多，但是同学都会聊天。五转一二五嘛，对不对？我有记得吗？我是真的有稍微了解，但是我老实讲，我真的没有什么练过。我就是顶多跟朋友去网咖稍微玩一下，只能那种时候玩而已，我真的没办法玩。对啊，所以，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县市，但是在我小时候住中立，老实讲，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红啊，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早两个红的游戏，《石器时代》就是其中一款，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就是养宠物，真的在学校真的是很糗，你知道吗？有宠物好像有那种强的那种宠，什么鸡爆那种，然后就好像你现在开一台跑车那种感觉，那种糗度，你知道吗？那种糗度。鸡爆在那个年代秋翻天了，不是骑鸡爆去学校好吗？是就是那样，真的很穷。那个时候小时候有那个宠物的话，就真的是你真的就是屌最大那种。我知道 ，NONO 鸡爆就是你叫它那个，就是 NONO 它会摇头，对不对？就是它不太受控，但是它们的攻击力会更高，对不对？是这样吗？我有记错吗？我觉得我好厉害，我这个都知道。我虽然我小时候真的没过，我记得我是大概快高中的时候吧，这个游戏出，然后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玩。
那个时候那些名词在学校大家都一天到晚会讲，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而且跟他们相处久了，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是原始人呢。看聊天室也是很多老司机了，好不好？因为这游戏其实真的 有一段时间嘞，真的比较年轻的玩家，应该都没有玩过，或者是没有经历过那个他最辉煌的时候。老实讲，我觉得搞不好有一些媒体比较年轻的这些记者，搞不好都没有玩过。是没到30年前那么夸张，好不好？对，我觉得差不多都要30了啦。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多人的第一款，因为老实讲那个时候的选择其实也不少哦，那时候选择其实也不少，但是时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是回合制的。请问你在我前面在干什么？你在我前面到底在干嘛？看不出来是你，就是一片黑影而已啊。对啊，那个时候，因为它比较特殊嘛，那种时候线上游戏可能是。走路打怪抢怪那种，可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回合制就是遇怪的，那遇怪的其实会比较像传统那种单机的 RPG 这样子，啊，那个时候那样子的战斗模式、游戏模式，然后带宠物这件事情，然后是像单机游戏遇怪这样子的游戏方式，其实喜欢的人会觉得很特殊啊，而且它的风格蛮可爱的。它世界观也不太一样，比起一些奇幻的作品或者是玄幻的那种中国的或者是西洋的那种，它是蛮特殊的啊，它是原始人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找到那种类似的线上游戏，对不对？就线上游戏，我所谓线上游戏是 MMO 啦，当然那种原始人背景的游戏当然有，但是 MMO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蛮有代表性的，而且它其实就是台湾在那个线上游戏起飞的那个年代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款游戏，我觉得。其实，在这些游戏早期的这些线上游戏出来之前，台湾也没有网咖或者是就是无线上网，我所谓无线并不是那个 wireless 哦，不是没有那个线，是我说不限流量的上网，因为在那之前大家对网络没有那么高的需求的时候，就拨接就好了嘛，用多少就多少，但是一直到了线上游戏这样子起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真的很那个，那个时候就推了那个 ADSL， 这样就是那种时候好像大概网络大概512K 吧，或者是256K， 你们现在可能很想象，现在你看我现在家里是300M、100M， 以前连300K 都不到。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才可以，就是啊，可以无限的、无限制的、无限流量的上网这样子，不是32K 吗？没有32K 啊，数据机就28跟56啊。对啊，那个时候我还是用波接在玩游戏的，家里就会喷很多钱。后来家里也是一直不给我用 ADSL，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玩线上游戏。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网咖起飞的时候了，因为很多人家里都还是拨接嘛，但是网咖就很快嘛。那个时候网咖都什么啊？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专线，什么 T1 专线，什么干嘛？其实我也不太懂到底有多快，但是感觉就很快。然后电脑也感觉比较好，因为那时候电脑也很贵嘛。那时候想玩一些游戏就都跑不动，然后就会想说啊，去网咖，去网咖就是哎，有人玩不同的游戏啊，也有同学玩石器这样子。所以，对啊，其实看到这些 IP 出来，会有一种真的就是一些回忆了，就是一些回忆会跑起来了。对啊，手机游戏怎么样我是不知道了，因为我也还没玩嘛，它也还没出，对，就是刚刚试玩一下而已。那但是就一定会想到一些当初的那些事情。老实讲，拍谁有点破音。老实讲，我自己。我自己是一直都有在玩游戏的人，就是我从小到大都一直在玩游戏，我到现在也是进行跟游戏相关的行业。好，有人讲话，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十七时代 M 启动一次将会在稍后进行。那今天呢，来到现场的各位朋友们呢，我们为你们准备了非常具有远古风格的精致点心之外，今天在我们会场外面这边呢，又准备了非常可爱。而且呢，非常阳光的拍照的这个部分，欢迎大家可以前往拍摄。那稍后我们记者会将会及时进行，请大家稍等一下，谢谢。对啊，然后，哎，很厉害，你们听说是安娜？对啊，是安娜，没错，今天主持人是安娜，直接再爆一个雷。对啊，然后重点就是，但是像我很多身边的朋友，我国中，我高中的时候，大家是一起玩游戏的。大家那个时候就觉得可以打游戏打一辈子，但事实上，出了社会之后，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幸运，还可以从事跟游戏相关的，或者是有那个时间可以常常玩游戏，就是还对游戏稍微有一点兴趣的，可能唯一就是会玩手游了。我有一些同学他们以前我们大家玩游戏玩得很疯，但现在可能都只会玩一些手机游戏了。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对手机游戏会觉得说以前怎样啊，手机游戏怎样，学习游戏怎样。但是老实讲，我觉得手游化对像这样子的这个我像我的同学那样子的族群来讲，其实是很大的福音。因为他们真的也不会再有时间去研究，比如说哦，你说哦 ，C 时代哦，还有什么？还有伺服器啊，还有什么干嘛？跟电脑玩什么干嘛的？但就是正常，已经大家都30多岁，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时间去研究这样的事情，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哎，如果手机上面有的话，他下班回家休息一下，看一下手机游戏，看到这个就可以怀念的玩一下。我觉得不管怎样都是好事了。对我来说，我们去看一下试玩的画面好了，偷拍一下。有。对啊，出社会就没办法跟小时候一样了，所以很正常，可以偷拍一下。我已经在偷玩了，应该没有关系吧？我想要打架。我要怎么打架？来，实况你的实况的时候，直接去，好不好？解这个就 OK 了。是吗？对啊，对，加村呢，等下就有一个 NPC 叫大天子。真的吗？加村，知道了。那怎么打架？按这个。哦，这里啊。试炼开打。OK， 我实况你的实况，哎呦，赞哦。跟以前差不多啊。对，技能在右下角。然后美术更优化了。对，而且这种回合制的游戏真的已经不多了。水。
不知道他会不会嘣嘣嘣嘣这样子，被打到就是飞起来，打回城这样。你刚刚打他不是应该很痛吗？没有，我不知道啊。哦，有精灵哎，精灵也还在啊。绚丽的，也不是可以直接把人家打回城吗？倒影，倒影超严重。哎呦，好像要开始喽。刚刚那是说记者会，我听到了。哎呦，穿越时空，回到属于我们的世纪时代。哦，还有五分钟是不是？五分钟。北投懒鬼呢？你说不在这吗？不是我啦，我是北投勤奋鬼。你也没到勤奋好不好？你说是北投中懒鬼，普通的懒鬼。想说难得住新竹台，感觉可以来个360度记者会。关灯了，那我们就坐哪边？还是那站着可以吗？也可以，就站旁边也可以吗？在现场相认，那你要上直播吗？记者会是没有开放啊，可是你会这样讲，因为应该你也是采访人员吧？对，开始之前我们凑齐四个来一波360度，什么意思？转向自己？什么意思？啊？我不会。转向自己。哦，你说前面镜头吗？对，然后我们四个背对背。我们就可以360度实况。你是不是虾妹才这样吗？啊，直接讲出来。你是这样？就有一个人直接操作的。可是360度你照自己有什么意思吗？没有啊，你照自己啊，干。自己啊，这样就有360度啊。这样有什么意思吗？对啊，这样有什么意思吗？不行不行，夏哥不行，夏哥不行，受不了受不了。北投是不是没有网路啊？没办法更新资讯。智商好笨。哎，屏东人不好玩，好笨。屏东只有温暖。你才笨，没有只有温暖，没有智商。才只有敏感。敏感就够了。我观众说大恐龙一直叫耳朵好痒。我会啊，之后玩的时候实况的时候你们再来看吧，是不是？就算不想看，也当分页仔挂起来。怕你们觉得太吵，不应该一样吵了。啊，好想买防守阵，
你们看的画面应该觉得很正吧？就是很晃，我已经很努力的想把它稳定了。我说震动的震了，干，微晃，剩下微晃。有点不记得了，请你再帮我提醒我。我们的故事将再次延续，就从现在开始吧。好哦，好，先开始。我们近一点好了，我们近一点好了，要不要？要不要看画面？人们心中充满了喜悦期待。再次演绎经典 MMORPG。好亮哦，看不见。哇，糟糕了，太亮了！穿越时空的石器时代，即将唤醒你的回忆。石器时代 M。现场各位贵宾、长官、金兵、店员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莅临石器时代 M 封测启动记者会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娜里。石器时代这个 IP 呢，是从1999年在日本诞生以来，那一推出呢，其实就受到了玩家朋友们的喜爱。那这一款游戏呢，它其实是以远古时代作为游戏的背景，让玩家朋友们呢可以来扮演原始人，和他们宠物一起来冒险的一款全新题材 MMORPG。那推出以来呢，这个全世界呢各地有2亿名的玩家都非常非常的喜爱之外呢，在这18年当中也是受到了这个所有人的喜爱。以及创造了很多很美好而且很经典的回忆。那为了要回应呢，我们所有玩家就是深深的期盼，所以呢，我们的 Netmarble 即将要推出以石器时代这个 IP 所打造的 3D 高画质 MMORPG 手游巨作《石器时代 M》。那承袭了原作的世界观之外呢，也是重新的演绎了原汁原味的经典场景、经典人物以及造型等等，并且加入了全新的玩法，要让玩家朋友们呢一边呢可以回味经典，一边呢还可以感受到不同以往的游戏体验。我们今天的记者会重点呢，就是要来正式的宣布我们这一款跨世代的 MMORPG 手游巨作《石器时代 M》即将呢会在台湾地区来进行全球的首发封测。那今天在现场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很多长官贵宾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现在就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网石帮辣椒总经理林大俊，林总经理，掌声欢迎。长官来了，长官来了。啪啪啪啪啪！紧接着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 Netmarble 石器时代 M 事业部总监蒋仲相，蒋总监，掌声欢迎。好的，那首先呢，一开始呢，就让我们欢迎网石帮辣椒总经林大俊林总经理，我们说句话，掌声欢迎林总经理。总监讲话喽，你各位啊，不是啦，不是那种，不是那种长官啦。各位媒体。现场贵宾朋友大家好，我是网石帮辣椒总经理林大俊，谢谢各位今天百忙中拨空来参与我们石器时代 M 全球首发封测的记者会。石器时代是网石公司底下的经典 IP， 18年前石器时代在台湾、香港与澳门的地区给所有的玩家带来了很多的回忆与感动。18年后的今天，石器时代 M 再次回归，并承袭了经典 PC 版的许多元素。我们透过 3D 画质重新演绎了这个 MMORPG 的版本，同时也加入更多元的，还有更丰富的社交，还有团战的系统，希望能够带给所有玩家最原汁原味的石器时代与感动，还有更崭新的游戏体验。今天很荣幸跟各位宣布，石器时代 M 封测活动将领先独步在全球做一个封测的活动，并且针对台港澳地区。这也证明了我们网石集团对台湾、香港、澳门这地区玩家人的重视。最后，非常感谢各位媒体与现场所有的贵宾，
参加本次的首发记者会，与我们一起见证石器时代 M 的回归，谢谢大家。好的，再见，掌声欢迎今天的郑杰，休息。那我们相信呢，我的手机拍起来好亮，一定也会开出非常亮眼的成绩。你好亮，你好亮，你看。那相信所有的贵宾呢，其实在进入我们的会场的时候呢，经过了这个。那你就是这个拱门，你就把画面拉到白色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变暗。把画面拉到白色比较多的地方，对，它就会变暗。等等之类的，都有感受到我们这支 Nate Marble 呢想要重现经典回归的这个决心。但是不要问我什么意思，好亮哦，为什么我的这么亮？换手机了，显示不穿衣服，换手机了。所以呢，为了让大家今天拍的照片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呢马上要邀请到的是 Nate Marble 石器时代 M 的事业部总监蒋仲善。蒋总监来为大家解说一下时代时的石器时代 IP 的演绎，掌声欢迎。哎呦，要讲历史喽！大家好，안녕하십니까？저는 넷마블 에서 스톤에이지 사업부를 맡고 있는 장중선이라고 합니다。大家好，我是 넷마블 事业石器时代 M 事业部总监蒋仲善。오늘이렇게많은분들께서자리를빛내주셔서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真心感谢今天各位的大驾光临。스톤에이지는역사가되게오래된유명한 IP 고요그리고지금도많은대만유저분들께서사랑해주고계십니다石器时代是个历史悠久有名的 IP， 特别受到台湾众多玩家的喜爱。간단하게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IP 에대한영상을보시도록하겠습니다现在就让我们先简单欣赏石器时代 IP 的介绍影片。你还记得吗？那个回忆中陪伴着你。一起哭过、笑过的游戏，过去十八年的岁月里，全球2亿玩家共同创造了自己的家族，超过15亿宠物一起加入冒险，获得众多玩家的支持与爱护。现在，这些感动的时刻，将由石器时代 M 再创经典。石器时代 M， 답변이라18년동안긴세월동안사랑받는 IP 는그렇게많지가않습니다能够长达十八年岁月期间被喜爱的 IP 并不多。네전세계에서도지금2억명넘는유저들이석기시대스톤에이지를사랑해주셨고요全球整体有超过2亿的玩家都玩过石器时代。네지금도그당시추억에대해서많은분들이이야기를해주고계십니다现在也有许多人提到对当时的回忆。네파티를해서같이공룡사냥을하고그리고좋은속성공룡얻었을때그때즐거움为了捕捉恐龙，一起组队狩猎，抓到属性好的恐龙，当下所感到的喜悦。게임에서이런게임에대한이야기뿐만이아니라서로같이살아가는이야기들을많이나눴던그런추억들이있습니다不光只是聊有关游戏的内容，还有和同伴一起东聊西聊，分享各种人生故事的回忆。이러한추억을잘담기위해서열심히개발을했고요为了能好好的将这些回忆准备，我们很认真的做了准备。네스톤에이지본연의재미에그모바일의편의성을더하고그리고친구들과함께즐길수있는다양한놀이거리들을많이만들었습니다保有石器时代原有的趣味，加上手机的便利性，还增加了可以和朋友一起体验的各种有趣内容。스톤에이지의탄생은일본에서되었지만발전은대홍마에서부터시작했다라고생각합니다石器时代的诞生虽然是从日本，但是我认为发展是从台港澳开始的。새롭게만들어진스톤에이지 MMORPG 스톤에이지 M 이대만에서글로벌최초로런칭하는이유가여기있습니다是不是很多人想要 skip 啊？全球首发的石器时代 MMORPG 石器时代 M 全球首发在台湾的理由就是为此。네많은사랑부탁드리고요不能 skip 啊，是没读过书哦。是没上过招会，是不是？希望大家能多多给予支持与爱护，让我们一起前进，创造更多的回忆。对，非常感谢。哦。大家非常好标准哦。总监，感谢您的，자리를이동해주세요。好的，谢谢我们总监的分享，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这块。啊，安娜里真的很屌哎。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石器时代 M， 它要怎么样来重现经典，又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游戏体验呢？接下来呢，就要邀请到我们石器时代 M 专案经理陈颖来为大家揭秘，掌声欢迎。欢迎，啪啪啪。大家好，我是石器时代 M 的专案经理陈颖。
那今天很荣幸呢，在这边为各位介绍石器时代 M 这款经典手游巨作。那石器时代 M 有三大游戏特色，第一，它有开放式的地图；第二，它有多元丰富的社交系统；然后它有多元的即时经济模式。那石器时代 M 以全 3D 的方式重新诠释经典的尼斯大陆。那萨姆吉尔村、卡鲁塔纳村都将会以全新的风貌出现在各位面前，而玩家将可在开放式的地图中带着宠物探险，而最受玩家喜爱的宠物如人龙、长毛象、奇宝、剑齿虎等，都会再次出现在石器时代 M 的世界中。目前游戏内已经有规划300种以上的宠物等待各位来驯服。300种。而画面上老玩家所熟悉的交通工具长毛象公车以及加美航空，也都会在石器时代 M 中等待各位来体验。此外，这次全新的石器时代 M 设计上非常强调社交系统，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有结婚系统，有结婚。在游戏中，只要双方的好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进行结婚。而另一个重点呢，就是家族系统。真的好白哦！玩家们可以加入不同的家族，我要实况你的实况，家族成员进行各式各样的互动，例如每周一次的烤肉时刻，还有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跳舞娱乐。借由这些社交活动呢，可以取得游戏内的奖励，并与其他玩家联系感情。而家族成员呢，还可以一起挑战家族 BOSS， 享受打王的乐趣。那最后呢，即时经济模式是在石器时代样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游戏中可以组队跟队长一起战斗，还有一起组队护送，共同抵御随机遭遇的敌人。在路上，只要对手同意的话，随时能够发起挑战，然后彼此切磋技术，然后借由不断的挑战来提升自己的宠物阵型和攻击。人家的画面超清晰的，我的一片白是怎样？石器时代当年另外一个重点，当年石器娶到的老婆现在已经升少校了。我靠，真的！可以最多支持300到老八年，18年都要退休了吧？家族成员都要退伍了吧？各自有自己的任务，比如运送投石车的石头、装填弹药。有些成员呢，则必须到战场前线进行战斗。也是啊，少校也可以是女的。而完成庄园战的奖励呢，则可获得四大庄园的主导权。18年，玩家能够收取税收，然后累积资源。18年只要够厉害，应该上校都升得到啊。真的吗？那以上呢，就是石器时代 M 的游戏介绍。不是有那种万年不升的吗？那目前石器时代 M 的故意的，他不想再承受更大的压力。那参与石器预约的话，将有机会获得游戏内的稀有宠物，并且还有机会获得限量体验封测的名额。那在此，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一同参加。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有 po 文说可以事前预约，好不好？那我们在最后再宣告，将于6月20日在台港澳地区进行首发封测。6月20日，那请各位期待这款跨世代的经典手游巨作《石器时代 M》的回归。谢谢。好的，再次谢谢。6月20日，6月20日，好，谢谢。赶快存钱。6月20日之前应该可以存个200万来氪金。的时候呢，在我们台港澳地区呢进行首发封测。大家记得好不好？6月20日是什么日子？就是我生日前8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游戏，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经典的 IP《石器时代》。那还有什么样经典的画面要呈现给大家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请看。哦，救命救命救命！又变一片白了，我又要时光别的实况。哎呦呦呦呦呦！哎，真的有表演是不是？我就说有表演。这是现场有表演，哎呦哇哇哇哇哇哇！社交，
尴尬好不好？很不错啊。他就像没对到，现在我在侧面拍啊。收起来。收到了，可以回部落去炫耀了。哇，好可爱哦！魔卡出现，魔卡来了。请我们的摩卡还有我们艾利克斯家族帮我们摆几个非常的非常动感非常有活力的 pose 给大家，帮我们拍一下照。左边来先看一下中间，我就知道啊。好，来中间，左边中间右边，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右边，所以往右边一点，视线往右边，来 right side please， 敢不敢也上去翻一个？可以吗？哎，好，还是准备想要用刚才的翻跟斗再一次啊？没有了，开玩笑。好，来左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吗？来 left side please。来左边帮我们看一下，来最后我们回到正中间好吗？正中间，正中间，最后给大家五秒钟自由拍摄时间哦，来自由捕捉一下，来五、四、三、二、一，好，再次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艾利克斯家族，也谢谢我们的摩卡，来我们摩卡，麻烦帮我移动到旁边这边，帮我们当一下可爱的吉祥物好不好？来来来，对对对。对他看不太清楚，没关系，我们帮他指引一下那个道路。来，也请我们那个龙龙龙一来跟我们。我回去就会把你编掉。各位媒体朋友们，加油加油！长官们，还有全部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利克斯。大家好，我是永贤。我是 Michaela。啊，好可爱哦！掌声欢迎！哇，刚刚的那个 Michaela 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啾啾啾翻滚进来，真的很有我们这种石器时代那种远古时代的感觉，非常的有活力呢。为了今天的这个记者会练了18年了，练了18年，为了这个游戏刚出来到现在就开始练，是不是？他是看到其他，对，他是看到武哲，他说我也要，我也要，我说好好，他出场你也可以。他是被刚刚那个家庭激动了呢。哎呦呦呦，已经被激励到，现在感觉也要有这种就是震撼的出场方式就对了。对，对对，我们本来四个都要翻跟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翻的话，那个画面太强了，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要翻。我还以为你翻的话，刚刚那几位 dancer 老师就不用翻了，是不是？好了，没有了，开玩笑。因为刚刚也讲到了，其实我们石器时代已经有18年的历史， yeah！ 而且基本上呢。在这边偷偷说一下，我也是从小看艾利克斯的那个电玩节目长大的，虽然我现在也主持电玩节目，从小，糟糕，这样讲会不会不太好？但是呢，身为这个电玩，那个时候你才 Michaela 年龄的，差不多差不多，真的、啊、真的吗？那十几年前了，感觉差不多，对不对？ Yeah！ 所以呢，其实应该对艾利克斯来说，石器时代这一款游戏应该是很熟悉吧？非常熟悉。其实你讲要讲到，我觉得要讲到18年，假装我自己在台上，更久之前，我从他的年龄，好亮，你就开始玩电玩。看我的，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实际那个是？请问一下，台上是圣光吗？亮哦。
那个在8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现在我们都是玩 MMORPG Massive Multiplayer Online RPG，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单人自己在家里，然后那个时候是什么 Atari Apple 最早最早的一些电脑，然后我们就玩那种平面的2D 的，然后画面就是一个大格子大格子大格子，可是那时候就是开始哇有一个梦幻的一个这个世界，是一个 RPG， 你可以角色扮演，后来就开始真正到，我觉得真正到了差不多90年代，有一些 game 像 Ultima， 然后才开始 MMORPG，、哦、然后真正到了2000年的时候的才可爱版的，对，然后开始全世界的人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玩的时候觉得哇，好棒哦，我随时都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朋友又可以角色扮演，真的来自世界各地，因为那时候有说2亿个人喜欢，所以你应该也是在2亿人之中了吧？对对对对，那时候我是其中一位，其中一位风靡的那一位。所以现在又看到过了这么多年后，又有一个新的一个版本出来，又是我们的 M 的这个版本，又在这个手机上可以玩，平板上可以玩，我觉得非常开心。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们的那个游戏呢，其实有在讲很多就是家族的部分，而且呢，我主持这么多的那个游戏，不管是那个记者会或是活动等等，我真的很少看到我这样一家大小就是那个集体出席的感觉。对，他们全家都打电动哎，因为全家都打电动。认识阿里克斯就。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拉进来了，因为 Alex 就是为了玩游戏，所以他对游戏一定不会排斥。我以前也是把他拉到网咖，他以前在一个礼拜也待过40几个小时在网咖，最早玩 CS。哦，真的，对，真的，所以是女枪手、军机手。对，因为他打得很烂，所以他就是。当 sniper 就在后，他就后面拿那个长枪，保守，他一场游戏就 maybe 开一次，讲多了讲多了，就讲多了，讲多了，打到就好了，就打到有讲多了，养兵千日用在这一时就够了，歪了歪了，就在玩，所以我也逼他去，超晃头有点晕，这个世界，对，然后其实有了小孩之后，我们也很难避免，因为家里都会有这些，停住我的手。因为我太兴奋，然后爸爸都会有这个借口说：“啊，哎呦，小孩要玩哦，这个小孩这个最流行，小孩需要的，对不对？而且要寓教于乐，所以爸爸玩，小孩也要玩，对，把所有的错都推给爸爸就是了。所以其实当一个妈妈，你会比较担心说这个游戏会不会适合小孩，所以能够有接受到一个是很可爱、很活泼的游戏，然后有。”最他们最喜欢选的一些动物在里面的那个恐龙啊，这些我觉得就是全家一起玩就很开心。很少游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游戏的一个特色，很少游戏可以大力全部人一起玩。老少咸宜就对了，小手拉大手，大家都一分钟就要结束。我觉得很少游戏有这样子一种吸引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没错，对，而且其实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小朋友会喜欢的，他们在等待一个真正可以全家和乐的游戏，这其实是蛮特别的。所以最喜欢我们小朋友和小朋友妈妈都喜欢。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每一个人有可以不同的一个这个角色。然后我刚刚讲到是很可爱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时代一直是要更新更新更新，所以我知道 Michaela 跟 Ryder 今天很开心，因为呢，他们的名字太可爱了。因为什么？小恐龙，因为他们刚刚偷偷在后面开始练。然后 Ryder 很开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抢心，是不是？因为我们那个台港澳地区的那个封测已经抢先全球，然后你还抢先所有的人先玩到就对了。他刚刚就问我说：“爸，我是全世界第一个小孩子。”没有，他说台湾第一个，我说 No No， 全世界。哇塞，So lucky！ 对对对对，他很开心。对，而且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游戏当中，很多是可以家族一起进行的，甚至好像还有一些可以跟好朋友结婚啊，或者什么。如果我是小孩，我一定可以爆，嗨爆。可以一起去，比如说，我说我是小孩，第一个玩到我一定嗨爆。学校缩嘴，就跟真正在真正的世界一样嘛。只有我有，我觉得这是我们你们都没有。只要有时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哇，真的哎，因为我觉得可以全家人一起有这种氛围，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我每次在媒体上面看到，如果我是家长，我就说可以拿去学校炫耀。哇，这种氛围我真的觉得很棒很棒，去显摆一下，唱歌搬出来的这种欢乐的感觉。然后我刚看了一下影片，我很想去找那个塞拉。等一下，这样子说出来，永贤可以接受吗？没有关系，但是今天角色只有 Mocha， 要不要跟他？等一下，所以我们不只是今天没有多元成家，我们支持到的是不同种族的，没关系，没关系。好 ，OK， 所以呢，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实际赛真的呢，让我们艾利克斯家族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也要推荐给大家，也谢谢我们这个家族大使的分享，谢谢大家。好，那紧接着要进行到我们今天记者会非常重要的这个启动仪式，来，我们这边
来，四位麻烦帮我站在这边，然后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准备一下这个启动仪式。应该是一个开关这样，然后韩国长官、台湾长官，然后邀请的艺人、主持人还有表演人员上台，这样一起启动。掌声欢迎！就我的经验来讲，那个贝克风帮你们先收一下。我在这边抖抖抖抖抖，然后转头，然后同时呢，我们这非常可爱的宠物蛋，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也要请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交给我们的两位长官贵宾。然后摩卡，你刚刚看得到路哈，我很担心他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来，帮我们手捧着这个宠物蛋，来，稍等一下，先别放下去。然后这个因为你知道，感觉已经有裂痕了，待会可能会蹦出更多的摩卡。来，先请我们的那个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来捕捉一下。来，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Yeah, big smile. 请问刚刚看到谁哦？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稍微右边的镜头。来看一下右边。When just got in with that.来看一下右边，左脚有点抽筋。来，左边这边也帮我们看一下。来，这边帮我们看一下。Left side, please。好，最后回到中间。英文、韩文、日文。来，中间再帮我们看一下。好屌的。好，那稍后呢，我喊三二一之后，我会说实际时代 M， 然后要麻烦我们长官贵宾，包含我们的总监，要帮我讲一下。首发封测，首发封测，可以吗？可以，好 ，OK， 那我们要准备好之后，就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喽。来，三、二、一，石器时代 M 首发封测独家诞生，升起来，那个蛋发光了，光盒亮起来，亮起来，好帅啊！六月二十号，全球首发封测独家诞生，想要来点热情的掌声，预祝我们的石器时代 M 可以一运长虹。好，来再次请大家帮我们看一下中间镜头好吗？全靠康美老板，就得哦啊啊，要帮我们来哦，热血开劈，直接来一个这个非常帅气的劈腿，好，来我们稍微靠近一点 ，OK。好，来看一下中间的镜头，这样子照片不好照吧？不行啊，爸爸这样子挡住人家的风采了。小孩子镜头乱，来看一下中间镜头，好羡慕哦，长大就知道了。来，中间，请问他们来拍几张哦？好，来，接下来我们稍微往右边看一点 ，right side please， please look to the right side。好，来，接下来左边帮我们看一下 ，left side please， 来左边也帮我们看一下。恐龙后面。好。左边这边看完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中间，给大家多一点时间。Makila OK 哈，再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秒钟的时间，来五。哎，帮我们那个视线也稍微往后面一点好吗？视线稍微往。拍摄那个我们前面的媒体朋友帮我低一点点就好。好，来，再给大家只有三秒钟的时间，来三、二、一，再热烈掌声，谢谢我们总经理，谢谢我们总经理，谢谢我们家族大使，第一个是家族，谢谢。康庄丽达，谢谢。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准备好的时候再请我们那个家族大使来帮我们做一下电子联访的部分。那也在这边要正式宣告了，我们的石器时代 M 即将呢会在六月二十号的时候在台港澳地区来进行全球首发的封测。那同时，我们的可爱的摩卡哈，也待会也会到我们这个拍照区来进行拍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前往来捕捉它非常可爱、非常萌的一个画面。那接下来会在我们的舞台上面来进行电子联访，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呢可以就是慢慢的往前来做准备。好，大家可以慢慢往前做准备。那如果有任何需求或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可以洽询我们的工作人员。应该差不多。那当然呢，在我们的这个会场的外面这边。这边有非常可爱的布置，也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做拍照。我也不知道，我跟你的软体不一样啊。哇！好，哇！现在请我们的听众们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下准备。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大家拍照时间了，好不好？大家来这边拍照。大家拍照，然后我们还看到摩卡好帅。摸唔到？还是我们就跟踪他？然后抢他的装备。好，请问一下媒体朋友们 ，OK 了吗？OK 的话，我们就暂时请我们的这个大使来到舞台上 ，OK 吗？可以吗？在台下吗？大概哪个位置？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要请那个大哥帮我稍微往后面推一点点。
有没有人要稍微站一下看一下位置？我看看现在要干嘛，我去问一下。对啊，你快没电了是不是？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已经是自由时间了，应该就差不多了。今天主要是秀，我敢跟踪啊，但是我怕他不敢被我跟踪啊。可以吗？这个位置这样。如果里面好，那我们也再次邀请到我们。今天主要是秀一下记者会的现场啦，因为我想，如果不是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应该也没什么机会来这样子的现场，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记者会的程序，然后有一些表演。然后这次的游戏就是《石器时代 M》，然后就讲了6月20号会开始有可以玩到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就再关注一下，好不好？然后他现在有事前登录了，登录下送三星宠，没错，有送宠物就拿了嘛，反正有送就拿嘛，好不好？好了，你关了吗？我关了。好了，那差不多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晚上再开，拜拜。欸，我变得好白哦，你们看一下。你总关了啊？我还可以再白一点。